事业，你愿意和我订婚吗？十一，啊，你说的是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们之间也不算是陌生人了，彼此对对方多少也有点好感。或许可以试着订婚。有好感就订婚吗？我认识的女孩子并不多。如果必须要订婚的话，我希望是和你。你如果想拒绝也可以，或许你会有更好的选择。啊，我没有。我这个人比较慢热，对一个事物的感情培养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如果你在深入接触之后发现不喜欢我这一点，或者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，我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结束方式，也可以随时取消婚约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我能问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啊？你了解我的家庭，可我对你的家庭一无所知。哦，我的祖籍是镇江，和你一样。其他的，你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某些注定相见，那如果我不接受的话，那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。好，我答应。